刘景南先生，我认识他非常多年了。我公司很多活动以前都是他举办的，所以我对于他这几年来，第一个他的成长非常的惊人，第二个他现在已经从电话行销转到了专业讲师培训这个领域。今天事实上我比我演讲时间早到了2个多小时，所以在这休息室我可以从这个休息室听到刘景南先生的演讲，以及这个他对这个顾客的一个回应。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激情，非常懂得不断的自我提升的一个非常超级的专业讲师。我相信刘景南先生只要继续朝着他自己的目标努力，他肯定可以成为全亚洲最顶尖的三名讲师之一。创业者也好，或者是大的企业家也好，也都需要有一些表达和演讲的这样的能力提升。所以我觉得景南的这个班是非常必要的。透过这3天的演讲，不单提升了我的演讲的技巧、演讲的水平，更再一次点燃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卓越的顶尖的培训师的信心。它不仅提升了是外在的，更重要提升是内在的。再一次感谢我们刘老师。如果你要想成为国内顶尖的一流的培训师，你一定要来上这个课。在座各位想要赚钱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非常好，每个人都希望赚到更多的财富，这是正常的思维，同意吗？同意。因为每个人赚到更多财富，家庭可能更加安全，然后社会责任感可能越强，对社会贡献越多，同意吗？同意。那世界上最伟大的赚钱的法则就叫倍增时间。那世界上最重要的成功的法则是什么呢？有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财富是努力的副产品。请你给我重复这句话，财富是努力的副产品。所以想要赚到更多钱，表示我们要怎么样？要足够大的努力，你们说是还是不是？所以在场各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功的秘密只有2个字，你去访问世界所有成功人士，他们会告诉你是什么？努力。为什么有句话叫富不过三代？因为太富的人，他的孩子就太享受了，太享受了，又不教育他吃苦耐劳的精神，最后就把财富都没有了，最后就怎么样？就变成贫穷了。所以世界上所有成功最大的秘密在于什么？努力。因为努力就会赚到更大的财富跟资源，是还是不是？是。所以各位，假如你想要让你自己未来赚到更多钱，要不要努力？要。要不要倍增时间？要。假如我告诉你一个又努力又可以倍增时间又可以快速赚到财富的方法，你们要不要听话照做？要还是不要？要。那我发现一个人想要在快速挣到钱，最快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公众演说的销售。各位，一个人演讲的时候要不要销售？要不要？要不要销售自己的思想？要。要不要销售自己的观念？要。要不要销售自己的态度？要。要不要销售自己的人格？要。要不要销售自己的信念？要。要不要销售自己的故事？要。所以在座各位，那我们现在就立刻跟大家分享一些如何把演讲销售做到最佳的状态。在我们2天之内呢，我们要让每一个人把演讲的销售能力提升300%，好还是不好？好。那事实上呢，每个人要把自己的演说销售做好的话呢，我们每个人呢，首先要准备卖一样产品，你们说是不是？是。各位，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呢，在演讲之前要知道自己演讲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呢，到任何一个地方演讲，你今天我们讲演的时候，在你的内心深处里面，要销售一个什么东西呢？要销售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可以是有形的产品，例如我们是水晶，例如我们是手机，例如是我们的话筒，例如是我们的服装，例如是我们的耳环，例如我们的金爪子喉宝，对，也可以是无形的产品。例如说我们的网站，例如说我们的合作计划，例如是未来我们的合同，了解我意思吗？了
听懂的请举手，听懂的请举手。所以在场各位，我们在每一个人呢销售的时候，在我们做演讲的时候，在我们心中要有一个什么东西？产品。各位记住，你演讲呢可以卖很多产品，可以卖化妆品，可以卖保健品，可以卖连锁店，可以卖加盟计划，可以卖代理权，可以卖房子，可以卖保险，可不可以卖？可以不可以？可以。那这都可以卖一个商业计划，是还是不是？是。卖成功的时候，那些商风险投资公司就开始给你种子资金，然后你开始赢得风险资金，然后再开始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所有顶尖的上市公司的那些筹码人都是非常会卖梦想的人，他们赚的钱你数都数不完。为什么？因为他很懂得卖产品。那他是一对一演讲，有时候需要一对多演讲。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大公司他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需要在做招商活动，尤其是有些公司他要做招标。做招标的时候，如果你去应标的话，你是不是要跟他们很多的经理谈话？是不是？是。需要你再讲一个标书，然后在讲标书的时候，你需要讲服每一个人，然后大家才会选中你的标，是啊，是不是？是。所以讲标书需不需要工作演说？需要，要不要？要。要不要推销你的标书？要。要不要推销你的计划？要。所以呢，我比较建议呢，每个人在这次演讲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以前呢在演讲的时候呢，有卖过我的电话行销书籍啊，有卖过公众演说十分钟演讲，有卖过心灵在工作，有卖过电话行销教练，有卖过电话行销教程，我还卖过电话行销 VCD 的教学带，卖过世界成功的 VCD， 还卖过学讲师卖的课程。那我每次演讲的时候我都卖这些产品。有没有卖过？有还是没有？有。那我在卖这些产品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我每次在演讲的时候我都提到了这些产品，我提到这些产品，请问我有没有在做销售？有还是没有？有。那我提这些电话行销教练、公众演说、心灵在工作、电话行销教程，或是电话行销 VCD， 或是我们世界成功论坛的光盘，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知道这些产品如果我不跟大家分享，他们也许不会把它带回家。你们说是还是不是？虽然那本书摆在门口人家很长时间都不会看，可是你一旦提过它，然后就买很多，是还是不是？但是我有一个方法，也就是你在每次演讲的时候，你记得你主要只卖一样东西，了解我意思吗？听懂没有请举手。所以我们每一次演讲的时候主要只卖什么？一样东西。再说各位，你们这两天的课程有没有收获？有还是没有？有。觉得有收获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有收获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非常好。在场各位，如果这个课程对你有这么大的收获，请问一下，我们要不要把这些课程的内容把它用在我们工作中？要还是没有？要。我想真的这两天的课程你绝对可以帮你赚到更多钱的，请举起你的右手，拍拍你右边的肩膀跟他说 yes yes，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棒的，当然，当然，是因为你去使用他的这些知识，使用他的这些知识，这话有没有道理？还是没有？有。所以这个演讲的产品到底该怎么卖？那么我现在就开始跟你来探讨。在通常我们一个小时的演讲当中，我们卖掉一个产品。很简单，在一天的演讲当中卖掉三种产品也很简单，比如说每下一次课开始卖一种产品。好，问题难在一个小时以内我们需要卖掉一种产品，最高明的演讲销售是在最短的时间把产品卖出去，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要在最短的时间把产品卖出去的话，请问一下，我们要不要来学习写技巧？要不要？要。所以我们要不要学习这15分钟的演说？要不要？要。假如你今天要学习15分钟的演说，请问一下，你要不要认真仔细的听？要不要？要。好，
那现在我来开始给你设计这15分钟的销售演说的演讲稿以及演讲历程。比如说廖老师，我们这四天到底学什么？我告诉他只学两样东西，第一个学定位，第二个学公众演说的系统，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赠送给你的附加价值。你们觉得这个课程好还是不好？好。那一个人要在15分钟之内把产品卖出去，而且成功的把产品销售给顾客，要怎么做呢？第一个，请问一下，你演讲要不要有一个好的标题？要不要？要。在我过去我们是讲的十分钟呢，我不要求你卖产品，你只需要讲你最感兴趣的话题，最有意义的价值观，或是最棒的你想要讲的东西，然后讲一个演讲而已。那在我们爱阶段呢，我们就不一样，我们的课程是要教你卖产品，所以你卖产品的时候呢，你首先记得你在演讲的时候要有一个什么好的标题，标题要不要？好的标题要不要？要。标题要不要吸引人？要不要？要。那什么叫好的标题呢？我再重复一下，标题就是对客户的好处，有没有帮助？有还是没有？有。标题要不要响亮？跟我说，标题要响亮。标题要响亮。要好记。要好记。要朗朗上口。要朗朗上口。要是听起来非常的舒服。要听起来非常舒服。不要太长。不要太长。而且标题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标题就是对听众的好处。所以我想到标题要不要对别人有吸引力，要怎么样？所以我们在每个人演讲时要有一个什么好的标题，是还是不是？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我们公众演讲的时候，你站在讲台上之后要做一个很棒的一个贴切的问候，要不要？要。请问大家要还是不要？要。请问我们上台之后要不要问候听众？要还是不要？要。所以要的大声说 yes。 yes。 所以我们每个人站在讲台上要不要贴切的问候？要不要？要。所以要问候所有的听众，同意吗？同意。同时呢，记得第三点，要赞美听众。要不要赞美听众？要。在座各位，我开了94讲师训练营，你们是我所有见过演讲训练营参加最认真、态度最积极、最努力的一群伙伴，要不要给自己热烈掌声鼓励一下？要不要？鼓掌是为自己鼓还是为别人鼓？为自己鼓。觉得为自己鼓的成功的速度跟你鼓掌的速度是一模一样的。第四点，就是我们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你为了做得很好，你要介绍自己，要不要介绍自己？要不要？要。一个人呢，比如说我们的小瑞，他想卖他的农业计划，你如何证明你讲的是对的？你如何证明你讲的是真的？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演讲？你是谁？小瑞说，我现在已经创业20年了，我从事过多少多少年的农业技术推销，我曾经帮助过多少个农场、多少个县、多少个市、多少个家庭拥有。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就像梁丽老师说，我曾经在哪个市、哪个市、哪个市参加哪个比赛，获得多少个第一名，记得我在讲什么？所以要不要介绍自己？要不要？要。介绍自己是要介绍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成功的。我说过，每个人都有魔鬼的一面，也有天使的一面。请问你是介绍天使的一面，还是介绍魔鬼的一面呢？天使的一面。每个人干过魔鬼的事情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我看基本上都干过，你们说是还是不是？是。所谓的魔鬼事情就是不是很好的事情，那干过天使的事情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啊，都干过啊，非常好。所以在场各位，我们在演讲的时候要介绍自己天使般的事情，还有意思吗？要往自己的脸上贴什么？贴。贴什么？贴。贴金不对，要贴大颗的钻石。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听懂。因为原本那些钻石就在你的身上，只是你没有拿出来给别人看。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听懂了。所以我们演讲的时候要介绍自己，而且介绍自己的这个内容所有的都可以省略，但是对你这个卖产品有帮助的内容一定要保留加强，并且放一个巨大的钻石放在上面，是不是？是。那同时呢，我们介绍完自己，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第五步，要不要建立亲和力？要不要？要。一个讲师要不要建立亲和力？要。在座各位觉得自己很善良的，给自己热烈掌声鼓励一下。
这是在干嘛？大家告诉我。建立什么亲和力？各位要不要建立亲和力？要建立亲和力。在座各位，过去五年来，曾经你们努力工作过，或是努力创业，和显然一样，都很认真的学习过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我说过，过去五年曾经努力工作过，或是努力学习过，或是努力创业，跟显然曾经有过一样经历的，再举手让我看一下。这一点就不只是建立亲和力了，就是在第六点叫建立什么？信赖感。建立什么东西？这是第六步啊，不要错误的步骤啊。第六步是什么？建立什么？信赖感。各位，我们演讲要不要建立信赖感？要什么呀？在场各位，你们相不相信济南老师能够帮助你的演讲响还是不响？相信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非常好，所以在座各位，这是不是建立信赖感？是还是不是？信赖感重不重要？重要。在舞台上，销售只销售一样东西，就跟我说，销售只销售一样东西。销售只销售一样东西。就是销售信赖感。就是销售信赖感。跟李阳老师有没有信赖感？有。因为他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做过这个什么英文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节目，是不是？站在读者的杂志的封面上有他的广告，是不是？所以他的产品摆在机场里面，人家不管你们装的是什么东西，到底怎么先买回去？为什么？顾客买的是信赖感。听懂我在讲什么？清楚？听懂我在讲什么？清楚？所以在场各位，我们要不要有信赖感？要什么呀？要什么呀？要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所以在场各位，我们一定记得，所有的销售，如果你没有建立信赖感，一切都完了。台下的人对你不信赖，你讲什么都不会买，是还是不是？是。所以记住，在后天正式比赛的时候，你上台来，你还没建立信赖感就开始卖，我就说下去。因为信赖感不够建立，我为什么要买？了解我意思吗？万一买贵了呢？了解我意思吗？万一买的太贵了呢？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听懂的请举手。所以在座各位，我们第一步好的标题、贴切的问候、赞美、介绍、建立亲和力，全部组为一个目的是干嘛？大家告诉我，建立信赖感，是还是不是？是。听懂的大声说 yes。Yes， 来一个，喂 ，Yes， 各位，简老师这五年来一直在推广一个什么活动？叫什么活动？学习中国。叫什么活动？学习中国。叫学习型中国，是还是不是？是。各位，一个人要不要养成学习的习惯？要。家里的人养成学习习惯的人多了，会不会变成学习的家庭？会还是不会？会。假如变成学习的家庭，如果越来越棒的话，有没有可能影响你周遭的亲戚朋友变成学习型的社团？有没有可能？有。有没有可能影响和建设学习跟学习的企业？有没有可能？有。所以企业越来越多，是不是变成学习型的城市？是还是不是？是。学习型城市越来越多，就会变成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是还是不是？是。变成一个学习型的社会，就会继而缔造和建设一个学习型的国家。假如一个学习型的国家，是不是更有竞争力？是。是，新加坡是学习的国家，是还是不是？是。所以我们中国要不要变成一个学习型的国家，而会有竞争力？要怎么样？由谁做起？由我。由谁做起？由我。由自己做起。对。由谁做起？由我。是不是由自己？是。由在看电视的你，看 CD 的你 ，TVCD 的你，所以在座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由自己做起。同意的大声说 yes。yes。所以本人在推广学习中国，如果只推广一年。别说哎，这个学习中国可能明年不一定搞，可是我推广了两年，他去年搞了，今年再搞，说不定明年搞，有没有信赖感？加强有没有？有。搞了三年，我又搞第三年，哎，去年还搞了两年，这次相信他是不是更难？是还是不是？是。是搞了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继续搞。假如我从事这个行业就一直搞下去，信赖感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强。所以我在一个礼拜前我去了。总后礼堂，总后礼堂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会场，那个会场特别漂亮，那个主任特别跟我说，刘老师，刘先生，你今天坐的这一排位置是不是中央国家这个政治局委员曾经坐过的？那这个一号位置江泽民主席曾坐过，这个二号位置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坐过，了解我意思吗？然后我特别往那个位置坐一下，感觉一下那个位置怎么样，很不错。当即我就下定决心把这个会场
定在这个地方。今年第六届世界成功论坛总共2000多一点一个座位，去年现场在我们第五届论坛的现场，每个人拿着现金就报了1000多名的名额，现场立刻报名，就在去年我们世界成功论坛的现场。所以你们觉得有没有现在感觉还是没有？第七步，把它写下来，叫做市场调查。各位，刚才我有没有做市场调查？有还是没有？有。刚才我有没有做市场调查？有没有？有。现场有带500块人民币在身上的，请举手。假如现场只有2个人举手，我就不做这个活动了。听懂我在讲什么吗？第八步叫过滤顾客。各位，刚才我有没有过滤顾客？有还是没有？有。啊，只要100块的，或是怎么样，或者怎么样，有没有过滤？有还是没有？有，在过滤顾客。第九步，我有没有教育顾客？有还是没有？有。我说，我这个论坛第一年投资多少钱？第二年投资多少钱？有多少人来参加？有多少人参加？这是不是教育顾客？是还是不是？是。请问我有没有做？有还是没有？有。这个流程能不能改变？来，什么人？不可能。现场没有你的准客户就不需要教育了，了解我意思吗？第十点把它写下来，叫转变观念。第十点叫什么？转变观念。关老师说，对不起，刘总不行了，没带钱，立刻转变观念。有没有人可以借给他？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听懂的请举手。假如你们学会我在现场销售能力，会不会好？会还是不会？会，但是有个前提，你必须像我一样，跟你们之间已经有了信赖感。我不觉得不自然了，因为我觉得我是帮助关志扬老师一家人啊，他们家里人这么喜欢学习，了解我意思吗？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既然他相信我，就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他家里越过越好，是还是不是？是。听懂的大声说 yes。yes。所以第十个叫什么？大家告诉我啊，转变什么观念？下一点把它写下来，要带活动。各位，一个人现场销售要不要带活动？要什么呀？刚才我有没有让你们举手？有还是没有？有。有还是没有？有。十二点要讲故事。刚才我有没有讲故事？有还是没有？有。有讲故事吗？有。有讲了我们学习中国论坛如何做，然后在哪个会场，我到哪去订会场，然后胡锦涛主席，然后怎么样？有没有讲这个故事？有没有？有。我有没有讲？有没有带活动？有。哎，我都是把我的秘诀送给你啊。下一点。聆听听众的回应，要什么要？下一点，问 yes 的问题。下一点干什么？大家告诉我。问 yes 的问题。我刚才有没有问 yes 的问题？有还是没有？有。现场，请问这两天有没有学的东西？有还是没有？有。所以我们要不要问 yes 的问题？要什么要？要。第十五点，解除客户的抗拒。我不想要解除我面临的抗拒的，不然待会又失败一次。不用了哈，所以要不要解除客户的抗拒？要还是不要？要啊！在座各位，要解除客户的抗拒有没有好处？有还是没有？有。解除客户的什么？抗拒。解除客户的抗拒。下一点，介绍产品。介绍产品呢，要放在前面，但是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下，各位，我们在整个演讲的时候，刚才我有没有介绍产品？有还是没有？有。有没有介绍学习中国？有谁想？谁想？谁想？有没有介绍？有没有介绍过去曾经办的学习中国？有还是没有？有。有的大声说 yes。yes。所以第六个叫什么？大家告诉我。介绍产品。我现在只是示范销售产品。回头明天一晨你也需要卖，艾香你也需要卖，然后每个人都需要卖，了解我意思吗？所以第四天每个人都要取点钱来，不一定要取很多，了解我意思吗？别人真的卖得很好，又很优惠，我们要不要买？要不要？要。我们不支持自己同学，支持谁？大家告诉我。是。所以观众，你听懂没？一定要取点钱来，不用取很多，取个2-3千就可以了。我那天我不卖东西给你了，是大学同学卖了。别说人家有很棒的水设备什么的，我们要不要稍微买一点？要不要？要。我那天准备取点钱来，准备买你们的产品，只要你能够卖给我，这样好还是不好？好。只要打动我们就买，这样可以吗？可以。因为。不要去捧场，要打动，了解我意思吗？
了解一些举手。所以刚才为什么就一两个员工，我感觉打动你，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还是没有足够打开自己的格局，心态还是不够，是还是不是？是。所以一定要变得为公而不是为私。所以第六十六点叫什么？最后几个关键点写出来了，你要不要知道最后的关键点？要不要？要。使用数字来说明，使用数字来说明。各位参加这个世纪成功论坛，会让你的年收入变成月收入，这是不是数字说明？是不是？是。我刚才有没有讲过六界是不是数字？有没有讲过？有没有？有。有没有讲三十九个小时？有没有？有。有没有讲2000多个座位？有还是没有？有。有没有讲？然后呢？过去投资150万在这论坛，有还是没有？有。所以我一定要用数字来说明。有。一定要量化，说这个课程很棒。废话，没用。什么叫很棒？这个课程会让你的口才倍增300%，感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让你的年收入变成月收入，感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让你见10个人有9个人喜欢你，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就是秘密了啊！你所有要推广技能，在第四天你要正式演讲的时候，我说我做了，一定要量化。要不要用数字说明？要不要？要。这数字要不要很多？要不要？要。比如说王慧荣，你说你采访，你采访50个部级以上观点，多少个副部级以上观点，然后要写过多少多少稿子，发表过多少多少，要数字很清楚。人家就是数字就是说服力，跟我说，数字就是说服力，第18个很重要，叫做卖结果，不要卖成分。记住一件事情，要卖结果，而不要卖什么成分。各位参加完论坛，到底想象一下，你跟2000多人渴望成功，又是成功的企业家，又是优秀的讲师，坐在一起听课学习成长，然后交涉很多朋友，你事业格局扩大，人生成果更好，你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告诉我。两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马军会发生什么事情？第19个。当你启动销售的时候，比如我刚才有没有启动？有没有？有。启动销售，第19点叫启动销售。启动销售的时候，你要不要坚定？要不要？要。要不要坚定？要不要？要。语气要不要坚定？要。要不要信心？要。要不要认同度？要不要？要。要。在启动销售这里面有个第二层，最佳的方案。各位刚才你们为什么会买？因为我提供这个方案你无法抗拒啊。我送你这套碟有没有可能就价值几千块？有还是没有？有。我讲的无法抗拒，因为你现场不交费就没有这套碟送完了，就意思了。不过你是谁？我觉得这个价值很好。刚才我说这个方案好还是不好？好。普通席2180，再转2980的贵宾席，好还是不好？好。再送5980，如果你订10张以上，送1张5980的顶级贵宾席，这样好还是不好？好。这个方案好不好？好。这叫做无法抗拒的方案。21。所有现场的演讲，记住一定要限时。刚才我有没有限时？有没有？在2分钟之内有没有限时？有没有？有。记住，这才是销售的关键秘密在这里。为什么？因为说你会发现很多人推广课程到了下课，有兴趣的话待会呢到我们的咨询群来咨询，结果一个人都没有，你发现没有？或是偶尔去咨询，然后那个解说咨询的人解说不清楚的人就跑掉了，你们说是还是不是？是。各位人们有没有从众心理？有还是没有？有。他买得起，我怎么买不起啊？他买我也要买，那就意思吗？听懂了请举手。所以在座各位，我们一定要限时，有还是没有？你发现我做了一个动作吗？当然想啪，有4、5个人跑上来，我说不要，时间还没有开始，我在做一个什么动作？拒绝。我这个拒绝是什么作用？大家告诉我。越拒绝他越想要最先冲到，是不是？是。所以我有没有欲擒故纵？有还是没有？所以我限时是还是不是？是。是啊，限量。刚才我有没有说只收15份？有还是没有？有。有还是没有？有。因为这个是给自己留面子，万一你老人家讲的不好，
而只有三个人报名，你是不是很尴尬？是不是？是。所以在座各位，你一定要比你预期的人数再少10%。比如说你预期会有8个人报名，你就说现场我限5个人，那就为什么？你预期有5个人报名，你就说我今天限3个人爬上来，那就为什么？所以要限量，比你预期的要少10%以上。听懂我在讲什么吗？这个秘密对你们好还是不好？非常好。所以要不要限量？要不要？我研究安东尼·罗宾啊、陈安之啊，包括所有顶尖的人士在推广产品的时候，绝对是这样。包括我们做的最好的家电连锁叫做什么？国美。请问一下，国美每次在新开张的时候是几点开张？凌晨4点。进去前100个人可以拿走多少免费的东西，或是1块钱可以买什么的？了解为什么？限时限量，第一天就把那个蟒城搞得所有的人都说国美开张是个大新闻，然后一个小区里面有一个人1块钱买了一个是加热器买回来，满小区就告诉你国美开张，了解意思吗？他等于拿100万出来做广告，了解我意思吗？做的满城都风雨，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是。国美啊，很懂这一套。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很大的电器叫什么？不是大众，苏宁。苏宁是不是？每一次他在搞优惠的时候都是搞什么？限时限量，真的很管用。人们都有占小便宜的心理，任何人都无法排除，是还是不是？是。但是标准是这样，当我限时限量的时候，比如说下课1秒钟，你说要做可不可以不报？对不起，不可以不报，因为你坚持了这个原则，以后别人才会相信你，是还是不是？即使是我的助理说刘老师，刚才我没带钱，我可以不报吗？不可以。你现在可以借，我可以借钱给你，但是你待会下课就任何人不可以，是还是不是？就是这样，因为你坚持了原则，那个原则才变得有意义，是还是不是？听懂的大声说 yes。yes。这个好还是不好？好。那如果这些都做完了之后该怎么办呢？你们告诉我。通常呢，还有一个很高端的销售技巧，我跟你讲。第4点，我干脆来讲一下，就是示范。比如说一晨，他积不积极？大家告诉我。积极。他努不努力？努力。有没有前途？有。比如说，我就发了一晨请你上来。一晨，请问一下，你是想要参加四季中论坛，还是一定要？一定要。想要还是一定要？一定要。假如全场都没有票卖了，你愿不愿意高价买一张？愿意。愿意高出500块吗？愿意。所以2180的价位，你愿不愿意2680买一张？愿意。愿意你拿出钱可以吗？了解我意思吗？大家现场，在我没有做那个方案之前，我先搞一张呢。我假如说我只有一张，我卖一张示范呢，比一价比原不是优惠，比原来的价钱还贵的票，他都拿出来了，做了这个示范，好还是不好？好。这个时候我就把他请下场，把他钱收到这个地方。然后呢，我再开始帮你们讲这个优惠方案，请问你们会不会更激动来买？会还是不会？会。然后我再把这个钱退给他，看到你这么认真，这么优秀，所以这个钱退给你，再送你一本什么书或一本碟，了解我在讲什么？这就是，这就叫示范，不要示范一个比卖的价钱低的，要卖的高，了解我意思吗？而且要高很多。比如说他刚才是2680买的，我可以保证，如果我开始没说这个优惠方案，我绝对可以找一个人上来按2680卖给他，是不是？是。认真，我还给3000块钱卖给他。我曾经一个催眠花园，我卖了3980块人民币，当场数现金。我问他后不后悔？他后悔。我说在大街上看100块钱，他后悔？他不后悔。我说你缺的，他说缺的。好，我说这张牌送给你，因为你有学习精神。现在我开始卖50块钱一张，全场每人买一张。所以这就叫什么？大家告诉我。示范。第20几点了？3点。24点，叫做再次成交。
可能刚才还有人对这个世纪论坛不够了解，或是还在动摇，或是刚才来不及写，或是身上没有钱的人，如果你今天拿不到钱，你就在那个纸上写个欠条，欠300块或欠多少块，在你下课正式我们离开这个教室之前，如果你交到我手上，写明你的名字，你还可以明天后天拿到那个代金券。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你举手让我看一下，包括员工也可以。你现在虽然没有钱，你可以写下来，了解我意思吗？这叫什么？再次成交，听懂我在讲什么吗？这就厉害了，这就厉害了。当然，前提是离开了这个教室之后，你再缴钱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收了嘛。你们说是不是？是。现在15点啊，最棒的成交音乐。对，刚才我有没有放音乐？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有。刚才我如果不放音乐，效果要差50%。音乐的效果有多么大？不可思议！你们说是还是不是？是。所以在场各位，假如你今天知道吧？有一次我在郑州演讲，是不是现场成交了60-70套我的碟，是还是不是？立刻买了60-70套，是不是？是。下午又卖了40000块钱才子的票，是不是？是。我一个小时演讲，啪卖40000块钱票，卖70套碟，是不是还卖了很多其他东西？是。是抢。我就一小时全场抢，我还没有还努力去推广，还没有使用这么多方法，因为时间太短了，了解我意思吗？听懂的请举手。所以在座各位，你要，请问我在演讲的时候，我要不要请你们放音乐？有没有放？没有放音乐，绝对不会有那么多人上场，是还是不是？对，可能只有一半，因为好多人听着音乐之后，然后从后面又跑上去，是还是不是？对，翻桌子。听懂的请举手。现在15点好还是不好？好。有多好？大家告诉我。非常好，价值100万。跟我说，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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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是还是不是？